好，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我是股市大兄陈学进陈老师。今天又是送分题，为什么是送分题？在昨天那个时候，大师兄就跟大家说过了，我说啊，均线还是呈现什么多头的一个排列嘛，而且多方的一个控盘不变资金的一个热钱的一个派对持续的一个进行的一个过程当中。昨天大师兄就斩钉截铁告诉大家，我说后市的一个行情仍然是震荡往上看，你看答案都已经写得那么的一个明确啊，都已经写在上面了啊，你都还不会猜，你都还猜不对，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大盘，就是一如大师兄的一个规划，持续的一个开高的一个大涨上来，一切尽在不言中哦，看得懂行情、懂得做把握的人。真的是会赚很大哦，但是啊，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想想看呢、昨天呢、看到很多的一个专家因为二度疫情的一个关系昨晚美股的一个盘后的一个期货的一个电子盘的一个下杀在昨天的一个台北股市也跟着连袂的一个下杀拉回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昨天看到好多的一个专家停损在该卖的一个低点上，然后今天大涨上来的时候，哇，又带着他们的一个会员去追涨停，真的是可悲啊！我真的是替他们的一个会员呢，感到相当的一个难过啊！因为这么好赚的一个机会，这么好赚的一个行情，竟然会停损在低点，然后今天去追涨停。啊，如果你的老师是这样做，你怎么办？哦，你赶快来找大师兄啊，大师兄来帮你哈。那么今天呢，大涨上来之后，那我可以告诉大家，明天冲高还是会震，冲高还是会震，但是震荡最好嘛，盘局出标股，你要怎么样来做掌握？哦，天生做造命啊，你可以看到你跟着的一个大师兄的一个脚步啊，好事就是会发生。哦，我们继啊五月份的一个实战代表作，跟六月份的一个实战代表作，包括的一个元刚，哦，还有泰山传奇的一个冲泰，哦，以及啊哦阳光哦那一道的阳光光阳科，哇，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开心的一个大赚之后，我们今天三档股票亮灯涨停板，哦，你看你昨天办好的一个手续啊，哦，今天有一档的一个股票平盘之下带你买，早盘的时候平盘下带你买，你又可以轻轻松松的一个怎样？开心赚涨停，哦，这是哪一档的一个股票？哦，待会大师兄再怎么样，好好的一个跟大家来做分享，你可以看到，只要你是我们这个家族的一个成员，嘿，有影是大家的福气。哦，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五月份的一个代表作啊，哦，我们带会员朋友，我们呢，哦，赚了哪些的股票，包括的一个惠特，我相信你也很清楚嘛。惠特从5月7号。哦，五月份代表作，5月7号就带会员朋友锁定惠特，一波大涨上来，价差60%。哦，你看都是大涨上来的时候啊，同业就怎么样跟在我们这个后面呢、啊？哦，那么也很感谢啊，同业的认同。哦，差一天真正是差真多。哦，然后惠特之后再来就是什么？哦，创维、维多利亚。哦，你可以看到5月12号，紧接着带会员朋友锁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创维。哦，从38.9块。啊，一路开开心心大赚到53.5块，你可以看到，光是这样一波的一个价差都将近40%，跟着大师兄的脚步就是这么的一个幸福，都有讯息为证。然后5月14号，带高端会员朋友锁定什么？锁定乐印。那为什么锁定乐印？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要知道啊，现阶段随着一个后疫时代的一个来临呐，防疫的一个新生活啊，现阶段谁？才是真正的多方主流。我想这些你都要能够怎样，你都要能够一清二楚啊。今天台北股市大涨200多点，我可以告诉大家，一定有很多是浑水摸鱼的一个股票。但是你一定要非常的一个清楚，到底哪些的股票才是真正具有爆发力、真正具有续航力啊？不是我今天哇，我昙花一现，我一天哇好高兴一天，那明天呢？明天你怎么办？下礼拜你又怎么办？啊，每天在担心东担心西啊，明天这股票会起未？
啊，每天在那边睡不着觉，你何必呢？你看，你今天你跟着的一个大师兄的一个脚步，你看你今天我们这个会员的一个命就是这么好，哦，天生做账命，哦，你可以看到大师兄带会员朋友所操作的一个股票，哦，乐印为什么锁定乐印？你可以看到嘛，防疫新生活现在大家都要怎么样？哦，都要量耳温枪，耳温枪现在要开放外销，带动业绩的一个畅旺，所以你可以看到从五字头开始推荐，然后105、107带着高端会员朋友怎样？哦，继续这个锁定布局，大涨上来157.5，高档我们开心怎么样？获利出一半，然后波段当我们仍然是续报。你看今天那个乐印的一个表现就是这么的一个这样，这么的一个强势，都讲在前面，全国见证。你看光是这样一波啊，我们从105、107这样算起，一波的价差都将近多少？都将近50%。然后紧接着呢，紧接着5月13号带会员朋友又锁定哪一档股票？3016的一个阿伽马加金呐，我相信你也很清楚嘛。5月13号买在54.5块，带会员朋友一路开开心心大赚到78.4块，该进就住，该出就出，你只要听话照做，你看你今天就是大赢家哦。光是这样一趟的一个大涨上来，价差都多少？都超过40%以上哦。还有什么？还有工准呢？你看哇，今天工准又表现很强哦。不过今天工准我没有买回来哦，但是你可以看到工准这档股票，我什么时候带会员朋友锁定？哦，紧接着5月15号带会员朋友锁定的工准43.5块，哦，然后一波。开开心心大赚到64.5块，你看这样一趟就多少？一趟价差都将近多少？都将近50%了。哦，然后还有什么？板卡厂的一个华勤也是一样啊。哦，你看那一天的一个这样，上礼拜是盘中的一个这样，早盘的一个涨停板，我还特别提醒大家，爱赚多少看你自己。哦，5月19号119带会员朋友锁定，你看一波大涨上来到上礼拜四的一个涨停板，你看光是这样一趟的价差都多少？哦，都有34%。啊，这些都是我们在过去这一段的一个时间里面，5月份带着我们的个会员朋友所操作的一个实战的一个代表作，我相信各位你们都很清楚啊，包括的一个工业电脑的一个蓝猪汉哦，你可以看到从3月20号135块啊开始锁定，甚至5月29号192块啊，带着新进会员朋友买进哦，然后一波大涨上来，光是这样一趟的一个价差都超过60%以上啊，达到66.3%。哦，都有信息为证哈，做对的动作，好事就是这样，好事就是会发生。哦，那么接下来的一个6月份，我们的实战代表作，我们带会员朋友锁定哪档股票？你看我在上礼拜啊的时候，礼拜五啊，趁着的一个急杀，我带会员朋友锁定三档股票。哦，一档就是什么元气小筑，我讲要大概报完去嘛，哦，报仔口。结果你可以看到在上礼拜五你早一天办好手续，你跟着我的一个脚步，你看上礼拜五马上怎么样？现买现赚涨停板，哦，然后昨天持续大涨再创新高，高档轻轻松松，哦，开心获利出一半，哦，买跟卖我讯息都跟大家写得清清楚楚，哦，上礼拜五全新锁定，现买现大赚，哦，真的是恭喜大家，跟着大师兄脚步，好事就是发生。你看光是这样一趟就多少？2天的时间价差就多少15.8%，而且你看，直接锁定多少三成呢、啊？三成不是今天不是一成，也不是一张，三成看好的股票，为什么会锁定的一个视讯产品？我一般会员朋友，我锁定的元刚，我高端会员朋友，我锁定的是泰山传奇的一个冲泰。你可以看到这几天表现最强、最猛的一个股票是谁？就是大师兄给大家的元刚哦，你可以看到买在一个怎样别人不敢买的一个低点上，大涨上来的时候，很多人呢、都开始要去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开心获利出一半，2天的一个时间价差有多少？15.8%，三成比例，三成15.8%。所以你今天你是我的一个会员家族，你看你今天你是不是非常的一个幸福？包括的一个怎样？包括的一个冲泰也是一样，哦，上礼拜五锁定的冲泰，哦，你可以看到127，哦，讯息都在这个地方，都有讯息为证，哦，上礼拜锁定的时候，哦，昨天马上量增涨停板，今天持续再创新高，几天时间？三天的一个时间，价差又多少？14.5%，又将近15%，两档的一个股票，你看加起来价差就多少？就三成，两档而已哦，就三成。光阳科我还没跟你算哦，光阳科也是大师兄在《工商时报》领先市场跟大家做推荐，
哦，上礼拜五买进，现买现赚一根那个涨停板，哦，我们算一根涨停板就好，这样又多少四成了？哦，一档股票三成，两档股票三成，三档股票下来，你的一个财富就马上翻一倍。更何况我们三档股票亮灯涨停板，第一档谁？裕君光嘛，我相信你很清楚嘛。大师兄都直接讲在前面，直接讲在前面，你还不敢买？所以你要找谁？你要赶紧来找大师兄啊！为什么我看好裕君光？我就跟你讲，瓶盖股的指标股就是看裕君光。我就跟你讲过，苹果新机发表会之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相关瓶盖股啊，一定会有一波的大行情。那一定会有一波的大行情，会由谁来发动？就是大师兄带着会员朋友所锁定的一个裕君光，天生做商命，今天马上亮灯涨停板，再创新高。跟着大师兄脚步，好事就是发生哦！你可以看到裕君光，我从什么时候就带会员朋友锁定？哦，当然一张要多少？我当时5月28号489哈，这是高端会员。哦，你可以看到5月28号9:59哦，直接带会员朋友，你看我原相啊，我获利卖出，我直接带会员朋友，我裕君光哦，直接买进三成。我看好不啰嗦，我就是先三成再说。哦，当然了，你如果一般会员，因为资金比较少，我可能就是一成一成。哦，但是你如果是高端会员，哎，你的一个这样资金在200-300万以上的话，你可以看到我都是精挑细选一两档的一个股票，你可以看到我股票并不多啊，哦，不是像有的股票哇一撒撒了十几档的一个股票，哇，今天看到哪一档股票涨停板再来跟你讲，我觉得那没有意思。哦，你可以看到大师兄就是这么的一个实在，实在讲，实在做，实在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风格，这就是我们跟其他的一个这样表演型的一个专家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我知道今天很多的一个专家一定会跟你讲裕君光，哦，因为今天裕君光涨停板嘛。但是重点的一个是什么？有没有买？买在什么地方？是今天的一个涨停板才来讲的吗？今天涨停板才来带你去追的吗？还是你跟着我们的一个脚步？你看买在什么地方？5月28号，哦，你看裕君光我都讲在前面。直接讲在前面，直接公开让你做印证，答案都已经讲得那么清楚了，啊，你还没办法，你还不会赚，啊，你怎么办？你是不是要坑钱来炒我？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可以看到裕君光，我去年我已经12月份我大赚过一趟，从410块到622。一张价差200多块，而今年你可以看到，我从489，今天又来到多少？627。哦，你可以看到，光是这样一趟的一个价差，又多少了？又100多块了。哦，又100多块了。哦，这样多少？11块，11块再加多少？127，138块，又138块了。哦，不是93块，138块了。哦，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是怎么样来帮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来怎么样来选股的，基本面、产业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想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啊。我就跟你讲过了，每一档股票都有它的一个指标股嘛。哦，那擒贼先擒王，我们一定先锁定什么龙头的一个指标股。哦，瓶盖股就是看谁，就看裕君光啊，车用电子就是看茂联嘛。哦，所以每一档的一个股票都有它的一个指标股，游戏类股就是看什么？看星象嘛。所以这些你都要怎么样？你都要去了解的嘛。今天指标股它都没办法动，你叫底下的小弟怎么动啊？一定要带头大哥先动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我锁定带头大哥啊？哦，传统旺季来临，哎，现在大家开始报章杂志都有好消息啦。又开始什么飞时的一个测距啊，又跟你讲欺骗的一个镜头啊，这些大家都知道啊，重点是有没有买，各位啊，有没有买啊？大师兄直接公开讲，直接送给你。再来包括金山长城也是大师兄直接送给你的股票，金光闪闪啦，水气千条啦，免费送给大家的一个股票，你看今天就是亮灯的一个涨停板。为什么会亮灯涨停板？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想想看嘛，现在的一个让疫情趋缓，哦，那么整个的一个防疫的一个新生活的崛起，哦，远距商机的一个崛起，哦，它会带动的一个相关的一个 NB 啊、伺服器啊，
哦，然后包括的一个这些的一个商机的一个这样啊拉货的一个启动，那这些拉货的一个启动，它会带动什么样的一个股票？你看股票，我大师兄都帮你选好，直接送给你。今天就是亮灯涨停板，还有一档股票，你昨天办好手续，我今天平盘下带你买。各位进来投资朋友，你看讯息在这个地方写得很清楚，早上9:04。133到136，9:04在盘下，光阳科哦获利全出啊，光阳科礼拜五现买就先赚一根涨停板的嘛，好，那当然我们获利全出之后，我们再转进下一档股票。你看你昨天办好手续，你跟着我的一个脚步，我带你来买，你跟着大师兄脚步不用追哦，天生做教命，你可以看到。早上9:04，刚好股价在盘下，股价压下来盘下，是不是很漂亮的一个这样很的一个机会？哦，那为什么要买这一档的一个股票？原因很简单，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可以看到啊，现在的多方主流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嘛，防疫嘛，新药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生技嘛。哦，合一啊，中天啊，你看这些的一个涨停板，当然这些涨多了嘛，你今天你也买不到嘛，哦，啊，买到你反而要担心了嘛，哦，然后包括耳温枪、热印，哦，那这是我们的一个会员股票，你看现赚价差将近50%，哦，还有什么？哦，还有啊，哦的一个建雅，哦，新药的建雅，啊，这是大师兄在《工商时报》跟他推荐分享的股票，哦，连拉2根涨停板。哦，防疫概念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红玉啊，1474的红玉啊，哦，那是做隔离衣手术衣啊，也是大师兄在《工商时报》上礼拜《工商时报》跟大家分享股票，哇，今天持续飙涨停，连拉2根的涨停板，还有哪一档股票？就是这一档，高嘎的，大师兄带着会员朋友，你昨天办好手续，你今天跟着我的动作。哦，不用追高，我说过我们股票都不用追高。你今天跟着我动作平盘，你看我是不是带你买，带你轻轻松松的一个买进，然后尾盘你吃完饭过后，哇，你休息吃饱饭过后，哇，尾盘亮灯涨停板，其他涨停板，各位亲爱的投资人，这就是大师兄的一个这样啊专业的一个实力跟本事。哦，啊有影啦，啊会员大家拢在后面。哦，这东西大家好奇。哦，那如果说哦，今天的一个这三档的一个股票，裕金光的一个涨停板，金光三涨的涨停板，哦，还有高嘎低的一个涨停板，哦，那这些的一个股票，哦，啊，你错过你没跟上的一个投资朋友，那么明天呢？明天我们又要赚哪一档的一个股票？与大户同行的一个加金第二，哦，大师兄都帮你准备好了哈，那记好。今天我们开放最后一天哦，就今天哦，因为大家太踊跃了，哇，昨天好多人打电话进来，好多人登记，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大师兄嘛，我打开老鬼，你看你昨天办好手续，今天你马上怎么样，现赚涨停板，哦，那么明天又要赚哪一档的一个股票，哦，很简单，与大户同行加金第二，哦，那大师兄拢啊，大家准备好啊。只要你愿意，一切都来得及。今天开放最后一天，免费预约登记哦。你只要加入我们的 Line 的或是 Telegram 哦，成为我们好朋友，你直接在线上的一个这样，你直接在线上登记哦。那 QR code 在这个地方，你赶快扫描一下哦，赶快扫描一下哦。还没有加入的一个投资朋友，你赶快扫描一下。哦，那这是 Nine 的，这是 Telegram。Nine 的我们都会针对这个盘后都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剖析跟说明。哦，然后 Telegram 我们会针对这个盘中的一个这样第一手的一个讯息，哦，及个股的一个进出，哦，都完整无私的一个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哦，所以今天我们开放最后一天预约登记。哦，你只要加入我们的一个 Nine 的或 Telegram。哦，那线上直接登记，或者直接来电预约。哦，明天盘中啊，哦都有专人，哦专线
直接通知。哦，那大师兄，跟大家结善缘了哈，结善缘了哈。那心存善念呢，好事就是会发生。哦，那今天就是能够开心赚涨停。哦，那真的是太棒了啦哈。那如果说你还没有登记的一个投资朋友，我们今天开放最后一天哦，那也欢迎大家直接加入我们的一个 Line 或 Telegram，直接线上登记，或者是直接打电话进来。哦，预约登记，我们将会依来电以及线上登记的一个优先的一个顺序，哦，那直接一个一个的一个这样个别的通知，越早登记，越早来电，好，你就可以比别人早一步实现赚涨停的一个乐趣，哦，也欢迎跟着大师兄一起干大事，一起赚标股，02-2321-9933。空二二三二九九三三，好，你赚啦，轻轻松松。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喽，拜拜。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